要拍照吗？这个人啊，就是说我们刚才原本说要一起拍照了，就因为他、啊。喂，你们丢是吗？你现在才发现。No. 我陪我家，我也讲你最近镜头很少，没镜头啊。耶、yeah, ，现在早上六点多，我们来学校啦。哎，我失策了，我原本以为学校附近的、那些吃东西的店怎么拍，结果都没有拍，所以我现在我要过去对面的 7-Eleven 去买一些面包这些之类来吃，当做早餐。哦，在这里的妈妈档也没有开，对面的咖啡店也没有开，买完了我的早餐。现在这个时间呢，是我的值日时间。我的值日时间是7点到9点。开工哦！哇，帅很帅！哦！哇哦！军方 ，What you see 啊？好恐怖啊！啊！冰冰棒！爆米花西米露现场，爆米花西米露现场，耶、yeah, ！我值班结束了。哦，现在看才9点钟，我要改到3点来玩，耶、这个是纸的说哎、欸，啊，纸的我都说，说不可以呗？特别哦，没有看过。我们现在要去一个新华中学，就是平时不开放的地方，就是天门开的地方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过去。看这里有人，这里是电梯上不去的，所以是要走楼梯上啊。因为这个人还没有去过，然后这里可以讲是新华中学第二高的地方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上去哦，你可以看到很美的风景。真的能不能上？OK。要进去一次就要给钱了。你进来一次要给10块钱，然后可以拿到这个东西，就是有很多设计文卡这个。然后这里就是天文台啊，听说，又是你哦。哦，洗杯哦，听说。哎，老板洗杯哦！老板洗杯哦！各位，我们来尝试16块钱的，拿着，等等。喂，刷题耶！我跑过。哦，这里是最高的建筑物，然后现在第二高的建筑物楼上啊。哇、啊！好，现在我们有高人，嗨，高人员。
没有动静，看来我们需要下一楼然后再按哦。十楼天文台，反正我们隔壁很香啊。啊？他不会很像，很像你啊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然后够可爱，然后够帅就可以了。谢谢啊！夜市人生为你而生。哦。啊，早上没有开了，现在开了。还搞麻将元宝吃。现在要去哪里我也不知道。阿联宝饼。哎，要拍照吗？要拍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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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拍照。李泉，浩哥，浩哥，帅啊！拜拜啊，李泉。花了5块钱来赢到这个东西，给20块玩这个，然后送我一瓶这个。Oh my god， 夜市人生就这样。这个人啊，就是说我们刚才原本说要一起拍照了，就因为他，还跟我们说拍不到照片刚才。我们现在已经是公益了，加号还有一阶的班了，但是他的班呢就是太抢手了，所以我们需要等，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准备去绕一绕，然后等时间过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还好现在我已经执行结束了，然后只剩不到2、3户了。现在呢就把桌子搬回搬，然后就在善后工作了。现在又要准备下雨去港口看那边有什么东西可以做。哎，小雨啊，哎，我们说没有拍照啊，不需要，需要。我现在去看嘉豪一姐，一群朋友。这边过去，这边过去。好，一群朋友。哦，那我们四个拍一下。我们呢，现在又上来班上放东西，然后刚才又不要去找他们拍照，结果他们还没有善后完毕，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又要过去找他们拍照。虽然讲一群已经回来了，不过我们四个人拍一张，然后再把它 crop 进去就好了。好，改次有机会再拍一个完整啊。回来班上3次啊，然后刚才去找他们，他们还是没有善后完毕，所以呢，一样是没有拍到照片啊。OK。然后今天义卖会的就这样结束啊，拜拜拜拜。耶，义卖会结束了，然后今天我们是来吃工业啊，够营养啊。他初中班的东西，他说不要去那里。给你的画面。你就看不到你啊！来偷啊！哎，可以移动啊！啊，对。我要吃那个冰淇淋啊！
好累啊，好累啊。是果香芒果，这个果还是芒果。来要玩一个筷子拿吗？你是我几二？哎。没有按。天机。喂，你没丢是吗？你现在才发现。终于收拾到了。你还 OK 啊？好吧，我们走完了，我还得走。加油加油！全场唯一一个坐下的。打电话了吧？所以啊，今天的庆功宴就是这样结束啊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点下分，刷刷我，刷刷刷，记得来分享，就这样。讲哦，好，拜拜。你，哎。拜拜。